安全。您的烟。啊，对不起，那个我忘了我戒烟了，抱歉啊。没事没事。这位是，这就是霍然。哦，这是我二舅。小霍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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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，坐。萌萌。哦，二舅，你稍等一下啊。行，那你们先聊。回来。怎么了？那谁呀？我二舅啊。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？我早就给你说过了，等你出差回来就带你见我二舅的。可是，哎呀，你别可是了。知道这样是有点突然，不过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见他，这样更能参透你的优缺点，对吧？呀，我上次说让你给我二舅带的酒呢？酒？哦，在箱子里。你把钥匙给我，我去拿一下。Okay. 记住了，别紧张，我二舅人很好的。好。快点回来。哎，萌萌。小霍怎么走了？哦，他给你带两瓶酒，逛车上拿去了。哎呀，都是自己人，还带什么酒啊？我又不喝了。二舅，你说你跟婶子也离婚那么长时间了，你一个人带着当当也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哎哎哎，今天好像是你叫我来替你把关的吧？怎么又转到我身上来了？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自己吧。哎，那小伙子是哪儿的人？干什么的？他待会儿来了，你自己问他行不行？哼，行。你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呢？啊，压箱子下面了，不好拿。快坐坐坐。哎。哎呀，我就刚才就说萌萌了。你说都是自己人，带什么酒啊？再说现在我也不太喝了。啊，萌萌常说到你，还说您特别喜欢喝酒，我出差就给您带两瓶。谢谢谢谢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萌萌说你们是大学同学啊。对。那倒挺好。现在做什么工作呢？做 IT 工程师。是吗？哎呀，那你们这可是朝阳产业，不得了啊。啊，你是本地人吗？啊，不是，是外地的。哦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好好，你接。喂，哎，二舅怎么样？个儿还行，刚说三句话，我哪知道怎么样？关键是你要觉得好，怎么样都行，对吧？他挺好的。萌萌，老板找我有点急事儿，让我马上去一趟。这么着急啊？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吗？他已经在那儿等我了。先去吧，工作重要。行。小霍，你先忙吧，回头有时间咱再一块吃饭。哎，好啊，再见啊。好。二舅，嗯，这是他从外地专门给你带的酒。还让人带酒哟，还茅台，不错呀。哎呀，真是缘分呐。啊？妈妈，你跟这个小霍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怎么了？嗯，没怎么，我就觉得这小伙子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哎，别瞎想，没什么事儿。二舅就是觉得，既然是谈恋爱，嗯，不要太草率，还是多加深加深了解啊。哦。萌萌，还生气啊？我今儿确实有事儿。
你说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哎呀，萌萌，这话你问了多少遍了？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从心里说的。我当然是从心里说的。可是，哎，好了好了，今儿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啊。哎，你看这花儿多漂亮，你知道吗？你在我心里，要比这花漂亮100倍、1000倍。骗子！哎呀，不骗你。你知道我分开这几天有多想你吗？你会不会离开我？当然不会。关机？啊，都这么晚了，萌萌，睡了。那祝你做个好梦。没看你、啊，你一直都在看着我。我没看、啊，小金，你别这样。你看，我就娶我，我了他，娶我。小金，你别这样，小金，他有女朋友，燕子有女朋友。你娶我！哎，小金，放开燕子，放开，放开。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哥们儿，我喝多了。没有。哎呦，燕子，燕子，燕子，人家大哥有女朋友，你可别破坏人家。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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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哎呀，你谁啊？我是无敌啊，陶无敌，住你对门。记得吗？看清楚，无敌。对对对，是我是我是我。哎呦哎哎呦！行行行，别碰我！就那种没魄力、没有涵养的臭男人，一律南瓜打成西葫芦。对对对对，西葫芦西葫芦，走走走，打成西葫芦。对对对，不回。回去了回去了。不回。哎呦，别闹了。哎，江总，哎，没想到您这么宽宏大量，搞得我都有点无地自容了。没事没事，也就当我少开几天车，也算为低碳环保做贡献了。这要是有车一族都像您这么想，那北京就不会堵车了。瞧您说的，真的真的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哎，江总，这酒你得收着啊。这酒我就不拿了，我都戒了1年多不喝了。那就送朋友吧，就当继续传递友情了。您收吧收吧。哎呀，千万别见外。江总江总，不打扰了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回见。哎呀。心里这块石头啊，总算落地了。我还以为姓张的一听此事儿，总会火冒三丈。不想经你这三言两语一说，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。哎，老爷，你不当外交家真是可惜了。得了吧，别在那瞎拍我马屁啊！外交家有赔2万块钱的，我告诉你，我心疼死了都。哎，对了，老乡，最近你帮我扫听点，看哪有房子租，别楼房，平房就行，太贵了。在我那住的好好的，租房子干嘛？那不能天天住你那儿，你住多别扭啊！而且啊，最近房子好像挺贵的，你赶紧给它卖了或者租出去，收入不少呢。哎，老爷，你是不是听别人说什么了？别瞎琢磨，我听谁说？我其实早就想搬出去了，一直没有功夫。搬什么搬呀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再住1年半载的，说不好那房子一上扬，我又能多赚点呢。嗯。哎，你长得一点都不像奸商啊！哎，行了，别拿房子坑人，该出手就出了吧。什么叫坑人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搬了，以后咱俩不聊了。哎呀，气质很硬嘛！啊，老兄，我告诉你，聊还得聊，但是呢，该搬还得搬。啊，对了，不光搬，而且吧，我过两天手都宽裕了，我要把最近的房租也一并给你。你要是不要，我才不跟你聊了。